Hello，大家晚安。晚上好。Hello，德龙哥。大家今天晚上还好吗？我们等个1分钟好吗？我看到有人已经按申请加入了。大家记得今天进来的人都是要唱歌的哦，好吗？你们练好了吗？大家晚上好。我也很期待今天听到大家唱这首歌《属于你》，想必大家已经练了很久了。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会有5个神秘嘉宾，然后呢，每一个嘉宾上来，我们会找2位粉丝上来唱。然后大唱粉丝唱完了之后呢，我们会聊一下天，然后会送2个不同的礼物给2位粉丝，一个呢就是有声的拍立得，就是我到时候会拍一个拍立得，然后会有一个 QR code 在上面，然后我会录一段大概差不多10秒钟的语音吧，所以你收到之后，你就可以扫那个 QR code，你就会听到我的声音。然后第二位粉丝呢，就是一样是这个小卡。我知道很多人之前有抽到，但还没有拿到。对，因为我们的三级警戒有延期，所以呢，B 姐还没有办法去邮局寄给你们。那等到一解封，就 B 姐就会很辛苦的去邮局寄出还没有寄给大家的这张小卡。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对，大家有看到这件 T 恤，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腾腾，然后俊鹏、嘉威他们都已经发了，就是这是我们跟你好 Encore 合作的，就他们联名的，他们跟品牌联名的衣服，就是要对领养代替购买。那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他上线了没有？我来看看哦。看他有没有收到我的邀请。是不是很可爱？这件衣服是不是很可爱？哦，我有看到大家有人就是在 KKBOX 一起听的时候，有问我说，好像有一些指法的部分没有很了解。那如果等等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然后我可以在我会的部分回答大家。乌克丽丽的版本嘛，我自己不会弹乌克丽丽，所以呢，我没有这样子的版本。Lots of love from London. Thank you so much.
看一下，嘉宾应该要有 V 姐吧？这个我不太敢哦，你算蛮有感的，勇敢勇敢。我们等一下我们的来宾们，打鼓吗？我看到 V 姐说打鼓吗？哦，对了，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之前有拍一部戏要去新加坡拍，那个时候我学了一个乐器，叫做 Kajong 吧，就是它叫做木箱鼓，就算是打鼓的一种，但我就坐在一个木盒子上面，然后就可以拍。然后前几天我有看到 GJ 哥他在他的直播里面有教怎么弹看不见的伤最痛，对不对？大家有练吗？我有小小的练了一下，但那个指法真的蛮难的。等一下哦，OK，我看到一个人上来了。大家晚上好，我很好啊。嗨，导演，导演，你有兴趣上来唱一段吗？哈哈，怕被导演杀掉。小纯，大家看到小纯了吗？我看到有人说没看到小纯。那我先。这样子好了，嘉宾上来前呢，那我就自己先找两个人上来，好吗？因为他们好像应该还没有上来，快上来。看一下哦，那我现在就要找人喽。我觉得今天我想要找人的方式，因为我看到好像可以搜寻，所以呢，我就从你们现在在这边留言的里面，就是打。我要唱这首歌属于你，然后就去搜寻的 ID 把你拉上来。
因为我怕就是现在这里面申请的人有点太多了，我怕会拉到一些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准备要唱的人。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看到第一位喽，YAZHUAH。OK，然后还有一个 嗨，Super，Hello，你好，你好，我要挑滤镜。好，你先挑，没关系，因为我还要再拉一个人。哈哈哈。好紧张。SU，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先我跟你好了，我们两个单独。我挑好了。你也有小存哦，对。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多，多，很多的多，很多的多，对，一个字，单名多。对，对，不错，厉害。你住在哪里？哦，中立啊，啊，中立。好哦，那你今天准备好好唱歌了吗？哦，对啊，那你是要哪一种方式？就是播歌唱还是要弹唱？播歌唱。No，那我们就，你需要开暖始了身吗？吗？还是需要上个厕所？需要学我上个厕所哦，不要，吗？唱整首吗？你可以唱一半，就是唱主歌到副歌就可以了，哦，就一遍。一遍就可以了。那我你中从，途想要停下来也没关系了，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好啊，好啊，那现在开始吗？可以啊，可以开始。真的好，等我一下，太紧张了。没关系，不用紧张。我一开始也是很紧张的。这样有声音吗？有，傻得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每一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遥远。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OK，我很棒哎、欸，谢谢。谢谢你，多，那你对，想要，因为是第一个，是让你选，你想要有声的拍立得呢，还是小卡？我要小卡有写字吗？有小卡，小卡的话，我会写字在后面，我会写图多，然后写一些东西。那我要小卡。好，小卡，那我帮你写小卡。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聊的吗？我7月4号生日，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7月4号，现在不对是还啊，没7月吗？可是一直都没办法给你看到我生日的消息。好的，那这是我的问题。那我就先假设现在7月4号，那7月4号多生日快乐。谢谢。好，那个还有那个，嗯。那个
有一个那个你的粉丝，他叫做姜，然嗯，后姜，他我觉得他很棒，对，姜，他每哦，次都会写嗯，小作文给你，我有看到，谢谢你对，们。他超棒，对，他在里面，我要帮他带上他的名字。哈哈哈哈，好的，我替姜谢谢你。谢谢善存。不会，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没有，我这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好的多。那你记得再把你的收件地址呢，然后私讯给 Vicky 姐。好，OK，OK，OK，下次见，谢谢善存，拜拜拜。拜。要怎么出去？我按了，谢谢多多，7月4号的小伙伴。哦耶！我邀请了一位非常优秀的人，他准备进来。哇哦，哇！师傅，徒弟好，徒弟好。师傅你好，师傅麻烦你在这种时刻上来，你肯定想必还没吃饭吧？哎，我吃饱了，吃饱了，我蛮早吃的。我不太敢耽误你吃饭时间，我怕被教训。有这回事？你什么时候不敢？而且你刚刚要我想说，哎，对，然后赶紧去刮胡子。我也刚刮，你知道，就是疫情期间没有直播的话，就会让胡子先留哎 真的，我就想说，到底可以留多长？但是你你有想要打，挑战吗？一直留下去。对，但是我胡子就长，我没有那种茂盛，但是就看起来很落魄的。我想说，这样子等下我上来，大家会想说，我最近是不是过得有点惨？我们大家都蛮惨的，怕大家觉得我太可怜。不会，怎么可能呢？那师傅就让你选两位粉丝吧，你可以看一下留言我区，然选。后，然后我就去搜寻他们的 ID，然后邀请他们。可我是不是看不到？就是现在里面有谁，对不对？你说我看留言选是不是？然后你就是选他们的 ID，然后我就去搜寻 ID，把他们拉进来。哦，我刚刚是说，想要上来的人打，我要唱这首歌属于你，然后就有人打，然后我就选，哎，可是刚刚那是第一位吗？这是第一位，那是第一位，哇他是本日的开场嘉宾，多，哦！好，那个有想唱这首歌，不可能不唱吧？大家一定要唱吧？想唱的第一个先答，那个 I want you 就给你唱。哎转 身，我今转天是身，评审，是不是？评审老师。你今天是评审老师，你算是一他个说：“很哎、欸，刁钻的制作人，对。哎、欸，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底线 LYNE，底线 LYNE，好，对你有看到吗？我没看到，可是你讲了我就打。哦，我看到了，然后 TTEHO 对不对？对，对，我先邀请他。嘿，然后你还有再一位我还要再一位哦，，Yes，那我就随便划喽。好啊，Hello，你等我们一下好吗？可以可以，等我一下哦，那个这是什么？EVA，EVE 点底线，点底线。然后 girl，girl，你确定？哦，看到了，底0622。线0622，对。OK。我看到有人说师傅瘦了，太夸张了吧？不可能吧？哎、欸，真的假的？我变胖哎、嗨，你好。欸！嗨那我们先问一下，第一位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子宁。哪一个子？子宁，什么？哪一个子？哪一个宁？一个木，一个辛苦的辛，哦，OK，对，安宁的宁吗对，安宁哎，？OK，你是哪里人？我是槟城人嘛，要槟城人，
槟城，我去过，我去过槟城。我知道，对啊，你是不是去过？我去录那个叫我男神，然后我有上那个很高的那个塔。对对对，我知道，我走在外面的那个。对，你好 ，Hello。第二位朋友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新颖。新欣欣向荣的欣吗？欣赏的欣。欣赏的欣。欣赏的欣。OK， 那哪一个颖？聪颖的颖。聪颖的颖。聪颖的颖吗 ？OK。哎呦 ，OK 哦。师傅，聪颖的颖是哪一个颖？聪颖是吗？国文考试。现在考我是不是？没有没有，开玩笑的。那你们你身上那件衣服，你有黑色的，拿黑色的。对，我们是同款的，还有我哥。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我们都选到一样的 logo 的。真的，而且我没有讲好，我看到的时候我吓到。不错不错，你可是你都选黑色，因为你个人比较腹黑一点，对吗？没有，这是永杰的部分。没有，这是跟我哥搭配，你不懂。懂不来懂。那子宁跟欣颖，你们在唱歌前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就是想要聊个天啊，或者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或者问嘉威说他最近都在干嘛啊，吃了什么呀，有没有运动啊？他们应该比较想问你吧？我听听看他们。子宁，你先好了。哦，好好好，就其实因为我看到你很努力在弹吉他，真的很厉害。因为那天我看到你 po 那个，不是因为理想情才爱你。对对对。因为那首歌蛮难唱的，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在练这。那首歌太难了。哇、哦。对。哎，怎么看？嗯？怎么？我说那首歌你学会了吗？啊、你也学会了。对 对, 对。那你等一下要加码弹唱这首歌吗？不要。我现在怎么感觉很像就是那种综艺节目主持人要挖坑给来宾？对，你就是一直弄，一直弄哎、欸。那我们就先听子宁唱好吗？然后欣颖，我们下一个轮到你。OK， 这样子我清唱可以吗？可以啊，交给你喽。OK OK， 可以。一二三，给你这首歌，属于你，与你相遇的所有幸运。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对你，我愿意，傻子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哇、wow, 哦！听得出来是平常有在唱歌的人，好棒！真的，他也很厉害。他跟吉他一起，不过昨天我练了，就觉得不是很适合啊，因为太低音。我的声线就是稍微低了一点。那你可以夹一调夹呀。对，我有尝试过，就觉得怪怪，这样唱起来就没有这么好听。OK， 谢谢你，惊艳到我们了。欸、真的厉害，师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个、可我觉得他唱起来就是那个风格，他有加入他自己的风格、欸。有，我听到他，对，我就觉得哦，那个音很厉害，厉害厉害，不愧是有在唱歌的人。欣颖，那你在唱歌前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嘉威说，或者是我说？我不太会唱歌。你不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不太会唱歌。像是嘉威、就是，我也不太会唱。他是负责比较 rap 的部分，所以他等下可能可以会唱一首，可能会像是差不多先生那种。
他等下就会猜。今天有最怕是不是？没有这一段，我乱讲话。这主持人没有，我是要帮心颖，他就是把那个紧张的感觉卸掉。对，心颖不要紧张，就是我之前也是不太敢在大家面前唱歌，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强迫，就是给自己一点自信，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不管好或坏，都会你自己感觉会很开心啊，真的享受这个过程，难得可以在善存面前唱善存的歌，来自师父的心灵鸡汤。哎，真的，我之前真的不太敢在大家面前唱歌。哎、欸，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 KTV。你就唱得很好啊，那是因为有那个好哦，那心颖那个环境不一样，听你唱歌咯。那我们会配钢琴，钢琴吗？嗯，你说你弹吗、嗯？就是我今天赶快努力，没有问题，我现在已经坐直挺挺的听你表演了。那个我可以你唱副歌吗？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加油！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遥远。If I do, I love you.哇哦，不要紧张，谢谢你。是我真的很喜欢。你钢琴是自己学的吗？嗯，我学蛮久的。学蛮久的。嗯，学八年了。哦，哇哇，蛮棒的。不用紧张啊，你刚刚感觉我们都不在，这种感觉就对了，很棒，真的很棒。然后最近就有想要开始学。吉他，因为就是吉他，它是有吉他版的，然后我想学学看。我觉得想学的话就去学，就试试看。因为像我，其实我乐理方面其实也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我透过可能学吉他呀、啊，或者是学其他的乐器，我会越来越对乐理这件事情越有兴趣了。但就是我觉得一步一步来，总会有相关的部分会让我们学起来。你是因为善存想学吉他的吗？哦谢谢你，谢谢。授课，开班授课。那师傅，我们今天有两个礼物，你该怎么决定呢？就是一个是有声拍立得，一个是小卡。你说可以选一个，是不是？对，或者是你让他们做一个小游戏也可以，或者是你想要直接觉得谁比较适合什么也可以。你说他们一人挑一个这样？对啊，对啊，是吗、啊、？OK， 那我还是我让他们猜拳，然后赢的先选。好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吧？这样比较公平啊。不愧是师傅的风格，可以，可以 ，OK 吧 ，OK 吧，这样比较公平。加油！两个都很棒啦，真的。那我们就让师傅 Q 三二一这样。三二一，是不是？好，好，来喽！三二一 ，Go！ 哦，看到了，子宁是捡到，对吧？对，因为我被字挡住，我看不到。那子宁，你想要有声拍立得还是小卡？我也想要有声拍立得。好的。那心颖，我就会把那个小卡给你喽，好吗？好。那你们两个记得再把你们的收件地址私信给 Vicky 姐。可以，可以，没问题。对，善存的信箱，小儿子可能有点满，会看不到。我常常漏看信息，这个是，这很抱歉的地方。那你们在结束之前有没有什么小心愿？就是可能跟对家委许愿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
我是真的星期一到生日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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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生日？我的生日是星期一，真的生日。哇，就是后天。六二八吗？就刚刚在下午就在拍照生日了。OK， 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新颖呢？如果你没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你可以就说，就是嘉威要不要唱一段，这样也可以。好，唱这个主持人会操控来宾哎、欸，哇塞！没有，我是给他建议。那所以新颖，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我想要让嘉威唱歌。不是我说的。哎、欸，我觉得你蛮适合上节目的、欸。你说新颖吗？新颖棒，你真的很棒，很懂 Q 哎、欸。师傅，你有准备吗？你没有准备没关系啊。可以啊，我查一下歌词。你需要我帮你弹吗？哦，不用不用，我有电脑。那我会有声拍立得吗？好了好了。我可以录，我绝对会录一个有声拍立得给你，只不过那个内容可能你不会很喜欢。那我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传在群组里是不是？哎、欸，对了 ，V 姐有说子宁跟新颖要记得要留全名、电话，还有就是收件地址。可以。OK 哦。师傅，你可以两句就好，没关系。两句是不是？可我要唱全部啊。哦，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好了，我直接从副歌好不好？好啊，好，没问题。对啊，你要我吩咐唱前面也可以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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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用吗？不用不用不用。等一下插个鼻涕，感动了。插个鼻涕。好，我要来喽。来喽。要帮你那个吗 ？B-box 吗？这首歌有 B-box 是不是？我想说，你可能听到 B-box， 你会比较自在。还是你要再出一个 B-box 版？B-box 版。好，来喽。好，等一下我看。好，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谢谢我，可以吧？哎、欸，我练了，可以，我终于让你开口唱到了，我任务达成，对不对？认真，认真，我认真。每天巡回播放，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子宁和新颖。那我先把你们放下去了。好哦，拜拜，拜拜，谢谢，谢谢你们。喂，喂，师傅，送我一位粉丝了吗？谢谢，谢谢盛辰。我就想他们看看能不能再凹到一首别的。没有没有，大家做节目不都这样吗？我看能不能我看能不能熬到这个，你这个是整人节目吧？哎呦，你知道吗？因为关到快疯了，所以我就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我感觉到了你的那个内心的古灵精怪的部分一直压抑着，开始跑出来了。对，我看到。哎、欸、哎、欸，你有吃到卡西玛的饼干吗？那个杏仁片。啊，你没吃到对不对？超好吃的，你知道吗？哇，超好吃！它一个是杏仁片，然后另外一个是上面有那个葡萄干，超好吃。嗯、为什么没吃到？那是手做的吗？自己手做的？哦、对，手做的，超好吃。哇！而且你们还要订那个哦，又没有我。卡基玛说他会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再跟卡基玛好好的拜托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给你，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你已经吃完了是不是？我昨天拿到我就吃完了。哦、真的假的？太好吃了。不然如果我下次有再拿到，你没有拿到的话，我会拍一则限动，然后标记你，就让你就是让你参与一下。不用不用，我已经看到你们的限动了。啊，抱歉抱歉，心不平衡。好，那谢师傅，我要去找下一位来宾哦。OK， 感谢你，加油，拜，我们之后见，希望赶快见，来约一下。好哦，拜，你踢我吧，拜。我觉得我只要遇到嘉威呢，我就会打开那个非常屁孩的开关。我们现在找下一位来宾。嗯哼，哟，俊萌，嗨。你吃了吗？吃饭了吗？我吃了，我吃了。谢喽，谢喽。哦，我头发长哎、欸，我头发都不知道怎么整理，我现在头发长到一个没有极限。我也是超长的，你看，就是拉下来可以拉到，对不对？啊，够长哎、欸，超长的，所以我现在只能戴帽子。我现在还勉强可以，还撑得住啊，还撑得住。但我觉得很烦，因为我想剪头发啊，真的是。那可以，俊萌等等交给你喽，你可以选在留言区的两位粉丝，我们把他拉上来一起聊天。我选，你看你想要直接点呢，还是看就是你可能问个话，他们回看。哎、欸，你看，我先跟你分享一个东西，什么？看，你看得到吗？我现在看不到哎、欸，哦，因为我被卡掉了。我这个是，对，因为我现在这个是小纯的滤镜。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有的，那我等着给你看另外一个，这是更好笑的。好吧，我们今天现在这样子，我看一下现在这样子可不可以？你可能要再邀请个人进来，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会，你等一下。在我理智线还没断，在我理智还没断之前，哦，这个，这什么？这什么？我跟自己啊，这你自己做的吗？不是啊，这也是粉丝做的，超可爱的，这蛮可爱的，超可爱，超笑死。所以现在是我换一个，这个看起来比较好。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所以我现在的流程是，我要找一个，你可以找两个，或者是你找一个，我找一个，就是你可能在留言区把他账号念出来，我会搜索他，然后把他拉好。刚吃饱。好，那我现在开始找喽。好，我要随便找吗？谁想唱？谁想唱？赶紧讲，我来看一下。现在给大家。五秒的时间留言，我先等一下再看，我等一下随机刷。好了，差不多了，谁想唱要说、嗯。我现在就随便找了，我开始喽，开始喽。有一个说拜托我想唱那你是不是给他他都拜托了我原本想说给他但你一问这句话我就不想给了好没关系那个我给好了那个拜托的账号是多少等一下我找一下、啊、好 Jenny 然后 JENNY 然后底线一杠0311底线一杠一比你0311，对，然后在底下放。OK， 看到了。好，那还有一个，等一下，他进来了。
等一下，还没走到下。Hi Danny。Hi。我挺快。最后你先走，我先跟 Jenny 聊个天，聊一下天。你是叫 Jenny 对吗？你的名字就是 Jenny。我的英文名字。Okay. Jenny， 你是哪里人？那个住在龟山。住在龟山。你今年几岁啊？快十三了。你才快国一哦。我好老。我突然觉得，我开始在算了。好了，我找到一个，我找到另外一个了。好，他叫 A V L Y N N。OK。然后一点 M A C W。MACW， 对。Okay. 好的，那 Jenny， 等我们一下，我们邀请第二位朋友。我要找个地方叫。我朋友挺傻。Hello。Hello。叫什么名字？现在有点卡。中文名的话是叫韵杰。韵杰，哪一个韵？韵母的韵。OK。那杰呢？然后杰是就捷运的捷，但是把那个部首改成女字边。女字边 ，OK， 知道了。韵杰，你是哪里人？马来西亚马六甲。马六甲，你好，马来西亚的朋友，萨拉马达当。好，哇，好激动！哎、欸，我想先打个岔、欸，我先你说，雨衣、欸，哎，哦，对，我穿雨衣了。刚超可爱的，原本他是没有办法邀请，然后放他之后马上到，马上。误会。好了，我说完了，没事，你们可以唱。哦，天哪！那 Jenny 在唱歌前，你有没有话想要跟俊宏说的，或者是我也可以 ？Jenny 现在是到《冰雪奇缘》的国度吗？有点卡。没有。Hello, Jenny。嗨。你在唱歌前，你有没有什么想跟俊鹏或者是我说的？还是你想要唱完再说也可以？我现在有点紧张。紧张？那我们先让你缓缓。感觉韵杰比较没那么紧张。我也很紧张，我现在整个人在抖，真的。那我们先跟你聊个天，韵杰，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聊聊的？我们可以舒缓的紧张。就那边要问你们你们是要跟着卡拉唱，还是你们会弹琴？我还没到那个。就是钢琴谱，所以应该就清唱，但是因为喉咙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可能只唱副歌。可以啊，没有问题。好啊。那 Jenny 准备好了吗？你们是不是需要三存先示？我说什么？刚卡住了，你说什么？我说是不是要三存先示范你们才会唱？哎呀，我觉得这个食物链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刚刚我弄我师父啊，然后现在轮到我了。你看善存准备好其他人，来，我们赶快帮胡子。我觉得拿不到。那我就也小唱一点点，然后你们就顺便减缓一下你们的压力紧张，好吗？好。我也唱副歌。
你要去哪里？我从头好了，不然我突然忘记 key 了。给你这首歌，属于你，与你相遇的所有心意，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对你，我愿意下个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遥远。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好的，哈哈，Jenny，该你哦，100分。我刚刚想说，哎，我太久没唱了，哎，词嘞，挺开心。我们不是结束，是因为我在涂老师。Jenny， 你准备好了吗？可以先让那个其他人先唱。韵杰吗？对。好的。哇！突然就倒我。好的，那韵杰，你可以先唱吗？可以。加油！加油！等一下，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真的吗？Danny， 要该你咯。你也没爱。Danny， 听得到我说话吗？快点啦！好像有。Hello，Danny。好像是网络。谢谢，好会。那 Jenny， 如果也许我说话会卡了好几秒，那我看一下的话，就可以直接开始，我们就会直接听到。等我一下。给你。这首歌属于与你相遇的所有幸运，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对你我愿意傻到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
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那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天，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谢谢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谢谢。这首歌练很久。谢谢这么辛苦的练它。那俊鹏，这两个礼物，你想分别送给谁呢？啊，不是。等一下，会有一个有声的拍立得跟一个这个小卡。等一下，现在有两个礼物。对。哦，所以两个都会有礼物。两个都会有礼物，两个都会有。有唱的就会有。有唱就有。如果你唱的话，那我也要唱。我唱我会有礼物吗？你要什么？我有的你都有。好了。拍立得跟一个有声的拍立得跟这个小卡，有声的拍哦哦，所以大家有礼物呗。嗯，好，嗯，没错。那我想一下，所以要让我决定，你可以决定，你可以让他们玩个游戏决定你的礼物。可是，嗯，玩游戏啊。我老师的占有欲就。我觉得那个，那这样子好了，那个有拍立得，然后是有声音的那个，对，对，是有声音的。给小熊软糖，给小熊软糖。所以有声拍立得就给令姐，然后对这张小卡 Jenny， 我就会把这张小卡寄给你哦，然后我后面会写 To Jenny， 然后会写一些字，好吗？可以吗？嗯，这样 OK 吗 ？OK， 这样，如果你们想要，如果你们想要别的，你们想要，就是你们不想要，对，你们可以 PK， 加分题，可以吗 ，Jenny？ 那啊。Jenny， 可以吗？就是我会把这个小卡回去给你，好吗？好。那应杰跟 Jenny， 你们结束前有没有什么话想，就是最后结束的话要跟俊鹏说的？跟善存说也可以，没关系。应杰，你有吗？就这个星期我感觉我自己运气有点爆棚，就很谢谢你们来看我的限动啊，然后也很谢谢你们抽到我，天哪，好，谢谢你参加我们的活动，谢谢谢谢，可以自己下去了，好高了，好的，那你觉得你下去前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没什么愿望啊，但是我的愿望是 Q 加威露腹肌。我觉得这个愿望不错，把我弟弟 Q。还有弟弟记得要请我吃牛排。我弟答应我的牛排还没请。好的，这个等我们直播结束，我会去好好的督促他的，好吗？我会请王俊鹏好好的督促他。你的愿望就只有这样而已吗？愿望。好了，没关系，不逼你了。那我们谢谢你哦，希望下次见。谢谢。拜拜。拜拜。善存，那
笑死！哎呦，我眼好酸哦。暗示失败，暗示失败，失败。可以，上次唱过了，对不对？你有唱，小唱一点。因为我刚刚是终于让嘉威唱到，我在之前没唱过，我算是成就达成。我也可以唱，你想听我唱吗？你想要听我唱？哦 ，Vicky 姐叫我唱、欸，哎 ，Vicky 姐都这样讲，可能不唱吧 ？Vicky 姐跳出来了，我搜寻一下，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感谢你特别邀请，你记住我的爱情，你提醒自己别逃避。哎，好，那我唱吧。我再不唱，我等下手机又要过热了。你家冷气修好了吗？冷气修好了，冷气修好了。但是我手机过热这个问题，最近还是一直没有处理好。对啊。你。你有着冬天的侧脸。你说什么？我说你唱副歌就好了。好，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哦、OK 好的。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Yeah, yeah. 我刚刚看到有个人说要买手机给我，买新手机给我。天哪！大家应该就是想说，大家只求一个就是直播顺畅这样子。谢谢，那位是我的，那位是我的朋友，谢谢我看到。哦，是吗？谢谢大家，谢谢你哦，谢谢俊鹏。不会，你现在换下一个来宾了吗？差不多，我现在去找下一个，还剩三个来宾。好，下一个是立安吗？没错，好，那换李安 ，OK， Thank you， 拜拜，哇，俊鹏真的很会唱歌，我们现在来找下一位嘉宾。有，哎呦，你家的灯光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今天走一个浪漫风。OK， 好的，好，今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呢？今天就是你可以先在这个留言区里面，就找两个人上来跟我们一起直播。好啊。好哦，那你现在你看你要你可以你先问一个问题啊，或者是你直接挑都可以，然后把那个账号跟我说，我把它拉上来。问一个问题哦，然后下面没有你就可以说，好比说想要上来的打说我要唱，或者是像嘉威就说 I want you。对对对、，OK， 那我就说。那个什么，看等谁先打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快点，不吃葡萄不吃不吐葡萄皮，自己忘记，你刚刚不是讲这个？你刚快点、这个，那一句话谁打出来我就选他，我们一起直播，笑死，自己忘记，好。哎，问题是现在就是已经有做好准备的观众哦，呀、yeah. ，OK， 好，
相信你们哦。那你把账号给我。好。来一个 CC。CC。点底线。点底线。CC 底线 LRF。LRF。OK。好的，那下一位。他是最先的。还有好，那我选我喜欢的感觉。Hello, CC, 等我们一下哦。哇，真的是我，哇，真的是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那我选一个。那等等，你先走，我先问 CC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橙酱。也可以叫橙子，橙子哪一个橙？对，就是吃的橙子。吃的橙子，好的。对对。你是哪里人？哦，我是大陆的。大陆哪里？河南的。河南，好的。对，好的，来了。好。等账号多少？那个。X I A O X I A O， 嗯哼 ，X I A O J I E J I E 底线 K A T J I E 底线，然后 K A T K A T， Yeah， OK， 好的，橙子，等我们一下哦，我们等第二位。朋友上好，嗨 ，Hello， 嗨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杰。小杰，小杰，哪一个杰？嗯，大小的小，三点水的杰。三点水的杰，也是三点水。清洁的洁。哦，清洁的洁。嗯，对。OK。好，小杰，我刚以为是这位，我刚以为是猎人的小杰。哎，左下角是我刚刚没有，你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橙子啊，橙子嗨，橙子小杰嗨。嗯。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有准备要怎么唱吗？要弹琴呢，还是放卡拉，还是清唱？清唱。我是清唱。我、哦、都是清唱，我也是清唱。那我们橙子先好了，橙子你在唱歌前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或者是你想唱完再说？等一下，这是好的，这个是我的，你的小橙吗？这是我的，他名字叫小飞，小什么？小狐狸，小飞，哦，小 V。小，哎、欸，他也有哎、欸，他也有小橙、欸，好可爱的爱哦。他们可以做伙伴了。啊，小杰有小橙吗？没有。哦，没有哦哦哦，没关系啦，没关系。没关系，开玩笑。那你有准备歌吗？你有准备歌吗？有，他们清唱啊。有。哦，好好好好。那橙子你先吧。我是唱全部还是不要紧张哦，你自己决定就好，都没关系。你可以只唱副歌就好，都好。多唱一个字拉长也可以。加油加油！你这首歌属于你，与你。相遇的所有幸运，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对你，我愿意啥都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
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是我的幸运。Yeah, 谢谢。哇、wow, 好完整。谢谢你。很棒耶。那小杰。小杰。Your turn. 加油。不要紧张哦。给你。这首歌属于你。以你相遇的所有幸运，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对你我愿意傻得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谢谢。哇，藤子跟小杰，你们两位是到目前为止今天就是最唱的最完整的两个人。哦、超强的，他们很厉害、欸嗯、很好听耶，都很好听。那陈子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yeah.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想就是我从这部剧就是我从这部剧刚开始然后就有一直在关注这个剧，然后也喜欢你们喜欢到现在，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大家以后都是变得更好，然后 也是因为有你们，然后我也认识了一群就是小伙伴，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我们的群组里已经、就是我一个人上了，就是大家所有人都上了的感觉。哇哇，然后全程的希望、这个、很好哎、很棒哎，因为刚刚我们就是在刷留言的时候，然后发现你们可能就是看不到我们大陆的消息、然后大家都是已经放弃了、然后我说最后坚持一下最后再坚持一下下，谢谢，然后没有想到就选中了。谢谢你，谢谢你，更谢谢你身后的小伙伴们。我们都很幸运，我们都很幸运。小杰你呢？然后哦，对，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说就是、哦、好，我们下个月就是因为你们认识的这一些小姐妹，然后要一起聚会，然后也是希望可以把你们带来的缘分一直持续下去。好啊，很棒哎，你们都有一起出去玩，是不是？对。因为原本说是要去露营，但是我们全都是露营的新手，就没有办法，所以就只能再等一等。这样是最好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因为剧认识嘛，然后如果能够彼此的继续这样子，在生命有其他的伙伴，我觉得也是一件，就是我们这部剧带给你们额外很好的事情。但露营还是要找会露营的人带哦，就是如果都是新手的话，还是有点危险，好吗？好好，要注意安全。
那小杰，我也是大陆的嘛，然后就想跟你们说，就有很、因为这部剧嘛，很有很多大陆的粉丝都很喜欢你们，然后希望你们就是等疫情结束了之后，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到大陆来有活动啊，然后让我们大陆的姐妹可以看看你们这样。好的、嗯，你在哪里啊？我在上海。嗯、哦，你在上海啊？嗯，对。好哦，上海，上海话呀。哦，我们下个月也要去上海。哦，真的啊？那说不定、可以见面了。我们可以见面了。可以约一下哦。嗯。再拍照给我，我再帮你们转发。转发打人吧。好、好。那等等那个有声拍立得跟小卡，你想怎么分配呢？我觉得大家都唱很好、然后我觉得都很可爱，还是我们用猜拳的方式，你觉得呢？猜拳是不是跟师傅走同一个路数的这样？对，好啊，没有问题，用猜拳的方式，可以，好啊。那我说三二一，然后，那我说剪刀石头布，然后就。剪刀石头布，刚是有变拳，有吗？没有变，变你没有变吗？当然没有变。小杰，不好意思哦，没关系。好，那个恭喜橙子拿到那个善存的。橙子，你想要哪一个？有声拍立得还是小卡？那你想要哪一个？给你选。你想要哪一个？我想要拍立得，上面也可以写字吗？拍立得，因为它比较小一点，所以可能我顶多是写你的名字，就写不了什么字。但是它上面有个 QR code， 就是我会录一段小语音这样子。你就写嘛，你就写在后面啊，写在。也小橙子这样，它很小啊，所以我大概只能够写得下名字的部分。好啊，那写橙子的名字给你好吗？是，嗯，好吧，好。那小杰，我就会写小卡给你好吗？好的，恭喜你们。嗯。那我们要跟你们说拜拜喽，还是你们在下去前有没有什么愿望？我有一个愿望。嘿，是橙子，你说。那，等一下我们下去之后，你们两个可不可以拍情侣照？啊，对，亲亲的。啊，对，我差点忘记一个环节。亲亲的。那我们四个一起拍一张照片好了。对，还是我们一起拍一个集体的姿势。就是我们四个人做同一个动作，然后你们可以给你们截图留念一下。好吗？因为我有在想这个，我有想这个 idea， 好吗？好。那要比什么？你想比什么吗？莉安，你想好了，看你想要比什么。那我们比爱心。比爱，这样可以吗？好的 ，OK 哦。那个粉丝朋友们，帮我们截图，然后我再帮你们转发传给你们，好吗 ？OK。橙子小姐，所以亲亲很高。这个要留着，是不能留在这个唱的直播里面做。对。哦，那橙子跟小杰，你们记得要把下游也可以，我们没关系，就是只要你们 PO 出来就好了。好的，私下拍一下可以。好的，那你们记得把你们的联络方式私讯给 Vicky 姐好吗？好，你们的姓名、电话跟邮件地址。橙子说什么？刚橙子说什么？我说你们的亲亲照，可以就是
私下拍完然后发在快拍或者帖子里也可以。青青草，青青草吗？就是，安安跟善存的。这个可能要等我们的疫情再解封，我们才有办法遇到对方。我们会尽力的好好的把自己关在家。为什么我们的青青草要传给你们看？我们不能自己私藏吗？因为我们是想看。我们要自己私藏，不然这样公开的，不然立安先唱一段给你们。你不要再突然乱 Q， 乱 Q 的。没有啊，那个也要尊重那个陈子跟小杰的意见啊。我说你他们想要先下去，还是你要想要听我唱吗？想啊，当然想要听你唱。哇哦，好啊，好好好好，那我唱副歌。好啊，好啊。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Oh yeah. 和你在一起是我的幸运。Nice. 谢谢你们。谢谢陈子小杰，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了，拜拜，早点休息啊。嗯，晚安。Good night。嗯，小杰拜拜。谢谢老陈，太好玩了。那我要继续去找下一位来宾喽。好。好，加油哦。Keep going, bro. Bye. Bye. 下一位伙伴，我刚刚的两位粉丝唱的好厉害。我来看一下。下一位非常厉害的伙伴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他上来，大家会吓到，因为他的歌声实在太好听了。嗨，三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等一下，先让我选一下滤镜。这个滤镜不用不行啊！哎、okay, ，哎，哎，大家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哎、欸，对，这好像很适合我。用个漂亮点的好了啊。寻找一下，我先跟大家介绍。好好好。这个滤镜。Hello， 奇怪大家好，这是丽杰。我之前在电台，大家如果有听的话，应该都有听到我说，丽杰是我的水瓶座正线联盟的好伙伴。没错。大家有看丽杰的 MV 吗？再抱紧一点。有善存哦。嗨，大家好。嗨，那丽姐现在可以找两位粉丝上来。哦，找两位粉丝。嗯，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账号是什么，看你要怎么找，你要问他们问题，还是要叫他们举手，然后我怎么找？好难哦。哇，是小编，嗨，要不然就小编，完全娱乐小编，乱 Q。我觉得这很好。
我觉得这很好。嗯，怎么挑啊？你怎么挑的？你都怎么挑？刚刚像刚刚嘉威他们就有人说，好比说留言 I want you， 就说现在想要上来的人就打 I want you。哦，因为今天他们上来要唱歌嘛，就希望是有准备的人。然后刚刚有个女孩，她讲说选我，我找了伴奏，换了衣服，还化了妆。哦，真的吗？那不少准备，对对对，好不好？那好，好，看一下这个是 F E R F E A R L E S S F E A R L E S S。哦，好像有点上面哎。Fearless。对，然后底线。哦，底线。对对，没错。底线就没了吗？有吗？底线，然后 y w y 底线 a 底线哦，看到了圆、嗯、OK， 那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我来看一下哦，有哦，站起来，你好，你好。怎么选？怎么选？我好难啊！没关系，丽姐慢慢来。我先问他。好啊，好啊，你先，你是主持人，请开始。Hello， 你要跟大家介绍你的名字吗？我上次你忘了我吗？我记得啊，明磊哥直播也是我。我记得你，但是你要跟大家就是其他人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跟丽姐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圆圆，来自上海。圆圆，好久不见，圆圆。嗯，你今天我真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关了之后，我的姐妹同事都说我好丑，所以我今天真的特地化了妆，换了衣服。你今天非常漂亮，谢谢。那你远远等我们一下，我们还要再找一位人。好的，好的。嗯，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出他们的诚意？很想要上来唱歌呢，嗯，你现在是在考他们的小作文吗？看谁把他的诚意打出来。对啊，嗯，那不然有吉他的怎么样？哦哟，好哎、欸，有吉他的，嗯，有吉他，然后已经准备好了。欢迎在这边。吉他的吗？因为毕竟在丽姐面前，大家还是要拿出一点音乐素养。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了。我刚好像看到有哎、欸，有人有准备吉他的吗？可以再留言一下吗？噔噔噔，没有吉他，有有有，我有。好，看到这个是 HS 大，有有有，你有，你有吉他，可是你要，你已经做好准备要唱了吗？我还很严格哦。嗯，哎呦，这个 Queen 啊，2002，他有吉他，他想唱。OK，Q、okay, 吗 ？Q U E E N A。那 Q U E E N A， 然后点2002，点2002。我不然我回不去了，这个是。哦、好，回来。OK， 邀请他了。好，我们有其他的选手来了。欢迎欢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舒贤。舒贤，哪一个舒，哪一个贤？书本的书。嗯。然后，女字旁，女字旁，然后娴静的娴，娴静的娴，哦，应该是小娴的娴吗？是吗？哦，对对对 ，OK， 好的，嗯，你们好。那圆圆，你想要怎么唱？你是想要清唱呢，还是放卡了？我准备了伴奏。好、哦，你可以，没有问题。啊，我唱一小段段。啊，好，那我们先听你唱。好，听得见伴奏吗？听得见。有你，每个有你
子里可以做回我自己，又是你歇斯底里，我偶尔惹你生气，这些简单的小调皮是幸福的痕迹。从今我的心属于你，为你我要无所畏惧，让你依靠在我怀里，把你捧在手心，就算与世界为敌，轻松惬意。好了，谢谢你，谢谢圆圆，谢谢善存，淑贤，哇，看到你了，你的吉他很好看呢。对啊，那个纹路漂亮。哦，我好紧张，好期待啊！哈哈，因为我没有弹原版的，就是比较简单一点。没关系，开心就好。加油！那我开始你，这首歌属于你，与你相遇的所有幸运，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与你我愿意傻得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彩虹的离别，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Yes, I do, I love you.哇哇，唱得很好听，我的天哪，好的，你是不是很棒耶，好棒啊，你练很久吗？还是其实这个和弦对来说有点太简单了？没有，我才学三个月的吉他哦。哇，好厉害哦，天哪，谢谢你这么厉害的练习。那丽姐，我这边有一个有声的拍立得跟一个这个小卡要分别送给他们，然后这个决定的权利是交给你的，就他们两个人都会有，只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评分标准是什么？嗯，天马行空的标准，你也可以说哦，我觉得今天淑贤他有弹吉他，所以淑贤拿什么，也可以说演员今天他有盛装打扮，演员拿什么也都可以，就是其实没有不一定跟音乐有关系都好。那你说有声的拍立得跟刚刚那个小卡对吗？对。那我是不是要去问一下他们比较想要哪一个？对不对？也可以也可以。对。那我们先问我下面这个是淑贤对吧？淑贤。淑贤比较想哪一个？比较想要拍立得。我比较想要拍立得。感觉演员也是拍立得哦。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也想要拍立得，不过没关系，我都可以，因为我上来这样更难选了。
要不也石头剪刀布吧。哎，好啊，好啊，没有标准的人，我觉得挺好的。好，然后我们俩都闭眼，然后你数三二一，我们俩出，然后睁眼看谁赢了。好啊，好啊，也好。好吧，那天黑请闭眼。来哦，剪刀石头布。哦，圆圆赢了。好的。那我就把友善的拍立得寄给圆圆，然后书写你会有这张小卡，我会在后面写图书写，然后写一些些字，好吗？好好 ，OK。那你们在下去前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的？嗯，我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愿望，我上次想说没来得及说的。没关系，那今天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慢慢说。嗯，因为我只翻你之前的 IG， 你有一个视频是叫妹妹起床嘛，所以我想要一个你叫起床的录音，可以吗？现在说。现在说。啊，然后会有姐妹给弄做成录音，然后我想做叫哪个起床铃声。因为我现在的铃声也是你的声音，但是那个不太好，有一点杂音。我那好几年前对不对？我是怎么说的？对，是那种扮有点捉弄妹妹的感觉，对吗？对对对，你就说起床喽，小懒虫，别睡了。如果前面能加我的名字就更好了。你加我的名字，我就用你录的这个做起床铃声，别的姐妹就把我的名字去掉做起床铃声，可以吗？啊、当然，好聪明哦，好聪明啊！嗯、你都上来了，那可以啊，没有问题。好，那我就先讲你的名字，这样子大家想要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去。对对对，你就先说我的名字。啊、这个好害羞、哦，这个、我天哪、啊！我这样对不对？我记得我是很近的。嗯。我不敢看你，我要遮住。我遮住，我遮住。哦。圆圆。起床哦，起床哦，小懒虫起床哦。天哪！天哪！哦哦，好热！听了你的起床铃声，一整天工作都会很有干劲的。太好了，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就太好了。毕竟我都流汗了呢。哦，真的很热。那书贤，你对丽姐有什么要求吗？要那个可以请丽姐那个现场唱一下这首歌是。哇，可以啊！你很棒，想说真的很会 Q 哎、欸，很会 Q 哎、欸，然后我也要拿吉他。哎、欸。大家，我们现在是等于是已经买了票在看演唱会。好，哦，突然好紧张，我也流汗。哦，好，好，就一小段主歌跟副歌。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等你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里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和你在一起是我的幸运。
学学，太强了，谢谢，希望你们喜欢。喜欢吗？我的下巴快掉下来了。别这样，别这样。谢谢。语言跟书写还喜欢吗？喜欢，好听。耶那我们下次见喽，语言书写。嗯，拜拜。记得把你们的姓名、电话还有寄件地址私讯给 Vicky 姐 ，OK？ 好的。那丽姐等一下在那个附一下地址给 Vicky 姐，然后再请你寄给我那个支票部分。对对对，开玩笑。哎呦，我最近的食物钱，我可能半年搞吃一顿，每天搞吃一顿。不要。好，那我们先跟你们两个说拜拜哦。拜拜，香橙。拜拜。晚安，香橙。晚安。晚安。晚安。书贤拜拜。那我是要持续的在这里。我要郑重的跟你说谢谢。没关系啦。啊、对不起，谢谢你，谢谢你都一直支持。我们本来就还有他一直很用力、很用力的帮我宣传。谢谢沙村，开心。也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你的歌，对，所以谢谢大家会期待你再出新的专辑，然后唱给大家听。好嘞，你是不是都有在就是直播和 cover 的时间，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对 cover 的话，我是一周会有一支，但是就是没有固定是哪一天，反正就是一周会有一支这样子。OK， 大家记得在 YouTube 有那个平台，对不对？对 ，YouTube 有平台。那现在主要 cover 的话，就是在 IG 跟 FB 上面这样子。OK， 大家听到喽，大家记得去追踪起来。好的，谢谢丽姐，谢谢善存，大家拜拜，拜拜。哇，丽姐真的好感动哦，丽姐真的是我身边、我最喜欢的声音的朋友，她真的唱歌实在太好听了。现在是最后一位嘉宾了，各位，我让她等非常非常久，我真的倒大霉了。我倒大霉了，哎，我现在皮绷很紧。大哥，老师，黄老师，大哥，抱歉，你跟我说什么来着？你跟我说九点，8:45，大哥，我后来跟你说9点，只是我现在用完了。我跟你讲，我的胃部已经在翻滚了，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神秘嘉宾，我人都好好的。我从8:45不得安宁，你知道吗？到现在没好起来，整个人都是懵的。我想说，出歹机了，这个神秘嘉宾这个头衔有点过大，你知道吗？我只能跟你说，我抱歉。我只能跟你说啊，我有备而来啊，有备什么而来，我就不讲。待会告诉你。待会是吧？我先给你看，你知道你昨天有多猛吗？算了，我这个人藏不住什么秘密。我跟你讲。昨天我跟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份你的那个歌的那个词曲的吉他谱？你丢了一个谱，对对对，完全没有对词给我，对不对？我自己填，我上网查这首歌属于你的歌词，然后我边哼边自己抓弦，我根本看不懂你给我的谱。我不是跟你说，就从 C 那边开始吗？从第一我怎么从 C？ 你真的以为我是专业音乐人呢？完全看不懂。我想说，涂善存很过分呐、啊，很过分、啊，完全的哇，很过分啊！然后我就啊，那我可以开始我的表演吗？还不行是不是？看你想要先开始，还是在粉丝表演后再来？啊，我先开始好了。我是怕你这种老师等级的，你先开始，对大家不敢唱。没有没有，我绝对不是老师，绝对不是。好，那不然开始好了，好吧？我跟你讲，我真的紧张到在我家里走来又走去，走来又走去。我想说这个土哥，你家没有大到让你走来又走去。我想要这个土老师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要放我上去？我真的已经快在家里猝死了，你知道吗？啊！我要跟你讲惊喜是什么？等我一下啊、哦。好的，你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我不知道唱这首歌属于你吗？对。OK， 这首歌属于你呢，
我自己改了词，你期待吗？哦哟，可以、哦。哎呦，来喽！我没有学什么，我没有学前奏、哦，我就直接自己改词来喽。来。土山村，土山村，哎，土，我找个调。你那个 key 的部分，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啊、哦。秋南区 ，OK， 来了。土山村，你确定？你先找一找， okay. 我去上个厕所，好不好？我或者是我去睡个觉， oh. 然后再找。好，好，哎，你是真的要上厕所吗？真的要上厕所，我就要把你的粉丝带走哦。没有，假的。OK， 土山村 ，OK， 土山村，恭喜你出单曲，与你相遇就是种幸运。我们一起聊天打屁，在日常的生活里，很开心可以当你神秘嘉宾。哇哦！前面第一段是我即兴，现在才要切入主题。希望我们撑过疫情，工作都多到不行，以后变成亚洲当红榨汁机。你有着三寸的侧脸，而我是红轩的帅脸。每天睡醒照镜子，把自己帅喷三遍。抱歉，在你直播间这么的不要脸，回到终点，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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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着三寸的侧脸，而我是红轩的帅脸。每天睡醒照镜子，把自己帅喷三遍。抱歉，在你直播间怎么样子不要脸，回到终点准备好下面一位。怎么样？怎么样？很猛哎、欸！我在我一开始想说，因为我边打那个你给我的那个谱，然后我就、啊想说出事情，我根本对不上，我就自己把你的上网查你的词，对，然后就把词全部打完之后自己弹。我想到你应该就这个套路了，我跟你学吉他一起练那么久，你应该除了这几个和弦，好像也不会别的了。我就自己摸一摸，自己摸一摸，自己摸一摸。我再唱一次主歌给你听哦，你听清楚我每一个字的区别哦。每一个字哇，这么刁钻、啊欸！你要听我在跟你讲什么话，副歌开讲屁话你不要听，你要听主歌我在讲什么，可以吗？我刚刚都有听啊，我现在来哦，声音是清楚的吗？清楚的。来 ，test one two one two test one two three，OK、okay、吗 ？OK 吗 ？OK，OK，OK，OK。土、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山村，恭喜你出单曲，与你相遇就是种幸运，我们一起聊天打屁。在日常的生活里很开心，我可以当你神秘嘉宾。前面第一段不是我即兴，你刚说都是我即兴对不对？现在我才要进入主题，希望我们撑过疫情，这句很重要哦。工作都多到不行，以后我们都变成亚洲的当红榨汁机。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哒哒哒哒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那那你唱啊。在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后
哦，对呀、啊，拜拜拜拜拜，好吧，太哎，我没想到，太扯了，这太扯了。怎么样？我真的是跟你讲啊，什么时候不发挥我的才华？我画画画到一半，那边写歌哎、欸，只能说我平常没有觉得你帅，但你今天帅喷众生。有吧？哎、欸，我紧张到胃痛，还去求救粉丝怎么办？我就突然等到8:45，让我等到快10点，我已经快猝死了。抱歉。好，来吧。你这样子唱完，谁敢上来？没有啊，就是哎哎、欸欸，下一个下面那个，我可不可以提出一点私人要求啊？可以吗？可以啊，你是最后一个啦。哦，我希望，嗯，有没有人是准备自弹自唱的？我因为善存这首歌其实还是很好入门，很好入手的。我就觉得说，哎，有些朋友，因为我收到很多私信说，有些朋友已经抱着吉他抱一个晚上了，那想要说那个弹吉他唱给你听，然后我就觉得说，哦，那我既然是吉他开头，那我们就吉他结尾，怎么样？好，没有问题，你说了算的。你先这么漂亮的开头，我还能说什么？OK， 这就是我要的开头。那今天是抱吉他上来的人、啊、留言一下，让红轩看到，然后红轩会把账号跟我说。如果5分钟后还是没有人，哇，吉他弦断了，非常抱歉，同学。我有一把吉他弦也断了，给你们看一下。他也断了。你还没上去修哦？那不是平常我在弹吗？对啊，断了。哎。P-U-R-P-E-N-G 可以自弹自唱 P-U-R-P-E-N-G OK 然后底线0203、okay. 对不对我看一眼、哦、应该是吧好有然后还有一个 H-S-U 底线 S-H-A-N-G G 把拍谁 G 是谁你慢一点 H-S 然后呢 H-S-U 底线那 S-H-A-N-G H A N G， 对，猜猜 ，Yes， Hello， 嗨，你们好 ，Hello， 你们好 ，Hello， 你们好，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文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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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文，你好，你好，是心仪，哪一个心，哪一个仪？你好。康乃馨的馨，康乃馨的馨，好的。礼仪的仪，好。哎、欸，善存，嗨。借我插个话，你知道我第二个有备而来的点是什么吗？是什么？真的？我跟你有一样的帽子。基本上还是有点差距吧，就是我的帽子可能帅了一点。啊、还不是我送你的。啊啊！继续，抱歉，同学。Hello， 第一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嗨，我叫徐湘怡。哎、欸，拿那个。哎、欸，等一下哦。嗨，如果这个右下角这同学如果真的卡住了，我们就只能请下一个朋友上来，因为不然这样子大家会听不到声音。哎、欸，回来了吗、欸？好像回来了、哦。有吗？有。Hello，OK、okay。有吗？有。面试。Hello。因为不好意思。没关系。没事。你叫徐湘怡。徐湘怡同学。湘怡是吗？也可以叫我彩彩。彩彩，没问题。对。彩彩。OK。哇。好。那我们就先来吧。所以小文跟。心仪是一组是不是二重唱的意思哦、oh, oh, 是二重哦哦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没有厉害那没关系、oh. 那你们先好吗好来吧唱副歌就好可以好来你要这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炽热的夏天，透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无
却变得更遥远。Yes, I do. I love you. Do. 好赞，好赞。不好意思，还有是不是？对不起。好赞，好赞！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你们两个也是 一起练吉他的好朋友吗？我是姐妹，她 是我姐。啊是哦， oh. 哇！你们是 姐妹党啊，厉害！你们好。那彩彩，看你了。彩彩。哎，没声音哎！彩彩，我们听不到你说话哟。Hello, test one two, test one two。那个没有声音，彩彩。哎，有，现在有了。哎，那个左下角的朋友，你们要不要先点个静音？因为你们那里有一点杂音，这样可能会听。有声音吗？有。那个左下角的朋友，二重唱朋友，你们可以关个静音吗？因为会有杂音。有彩彩，你有声音，彩彩你可以开始。像有这样声音吗？有。还是我重？哎、欸，还是没声，没声音哎、欸。那还是再进一次。哦。怎么办？涂老师，赶快救场！涂老师，彩彩陷入旋转了，我们再给他旋转一次机会。好。那我们彩彩，我们给你五秒哦。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做 lag。你是被电到。lag 不是会卡在一个那个？彩彩，那我们很抱歉的哦。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再上来。拜拜，彩彩。哇，谁唱歌这么好听啊？嗯。突然有这个声音，害我不敢卡，是不是彩彩？好像不是哦。OK， 那好吧，彩彩，拜拜。大家都爱你哦，彩彩，拜拜。彩彩，谢谢你哦。那。我们就多出来一位弹吉他的伙伴们，可以再上来。Yeah. 哎，那个，我和我的吉他随时待命，777QINGXIN， 777QINGXIN 7777。好，我看到了。OK。哎，但是刚刚那个彩彩感觉声音很好听。哇。我听到我自己讲话了。Hello， 你好。是我吗 ？Hello， 是你好。是你。你叫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点的还是你邀请我的呀？是我邀请你的呀。感恩，我真是啊，我的梯子只有二十分钟了，我就是要哭死了。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清新。你就叫清新这么厉害，你就叫清新这么厉害。我很喜欢喝清新，我很喜欢喝清新福泉的珍珠奶茶。这样子吗？啊，我是广东的，所以有时候讲话可能会有点。你好。广东的朋友，你的那个声音怎么有回音？因为我没有耳机，就是可能。那个我耳机坏了，我现在只能是就是扩音的状态，是会有回音是吗？那我们就你是有两只手机在看吗？你是有两只手机在看吗？一只。那没关系，那可以戴个耳机吗？蛮特别的。没有，我耳机坏了。哦，那不然同学你把你的耳机借他一下。喂，Hello， 好，给我。然后小文不错，啊，那你先唱，我们先不讲话。那你先唱，我们先不讲话好了。哦，好，天啊，我有点激动。
手可能有点抖，那我开始，我因为我改了一下节奏型，就是因为我看前面可能弹的都是就是按照善存的谱子那个去弹的嘛，然后我就来一个比较轻快一点的。哇，来了一个比一个厉害，来了一个比一个厉害。没事，你长得好看。没事，你长得好看，我们很理解。我们很理解。你长得好看，大家都会。你长得好看，大家都会原谅你。比心。那洪轩今天要准备两个。那洪轩今天要准备两个是有声拍立得，一个是有声拍立得，一个是小卡，一个是小卡。Okay, 好，我知道了。在我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在我没有在我分配好礼物之前，同学你可以先关个静音。同学你可以先关个静音吗？对，星星你可能要关一下静音。星星你可能要关一下静音。啊，我在哪关？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的画面上面左下角。画面上面左下角的麦克风。对。我这里没有显示麦克风哎、欸，是我的版本太低了吗？不是，你这里有个。不是，你这里有个。在你的框框里面，你的框框里面，下面有四格。然后第四格没有，左边的四格左边的 OK， 完蛋，我不出声应该会没有回音感。没，那我就讲慢一点。没，那我就讲慢一点，可以吗？好，好，我把有声拍立得给这位扩音朋友，给这位扩音朋友，因为他完美的体现了什么叫做有声，什么叫做有声。因为他有回音，因为他有回音，然后把那个涂善存的那个耍帅照片，耍帅照片给这边的朋友，给这边的朋友。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yes. 既然这样子的话，小文跟心仪你们两个人对不对？那我就会写两张给你们，好吗？谢谢。好的。那记得你们要把你们的姓名、电话还有收件地址。传信息给 Vicky 姐，或给我哦、okay. 只是我可能看不到。他的收件夹通常是爆掉，所以传给他。没有。那你们在下去前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或者是跟洪轩说？我有。你自己说了，你自己说。清新吗？啊，就是那个，因为我其实有。就是我自己有两比较贪心啦，一个是我个人的要求，一个是就是微博群里面姐妹的一个要求，不知道可不可以。你说说看。群里的话是因为刚刚是有录那个早安铃嘛，然后我们现在是想一个录一个晚安铃，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熬夜啊，跟就是不要熬夜早点睡觉之类的话。同学，我插个话。同学，我插个话。好。
这个晚安铃可能会有点 delay 哦，因为没事，可能他讲完这句话，百万调音师给他调回来。可是因为现在我讲完话，甚至会他有百万调音师啊，会百万调音师，还是这样子？等等，那这个要求，等等你们下去之后，我私信，我们等等会继续再把它录完 ，OK， 好吗？等等会继续再把它录完，好吗 ？OK，OK，OK，OK。你有想要听红雀的声音吗？你有想要听红雀的声音吗？是不是也觉得不错？会有点吵。什么？没事。好的，那小文、心仪，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吗？好的，那文，等一下，心仪，你们有吗？等一下，好，我妹她想要表演一小段前奏。哦，哦，哎呦，好，好，好，我来了，不要紧。很棒哎、欸，谢谢，弹的很好，谢谢 ，OK，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姐姐有什么要说是吗？没有，是不是？他很喜欢你，谢谢你，小文对吗？姐姐是小文，对。谢谢小文。那我们要跟两位朋友说晚安了，三位。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小文拜拜。小文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哦。哎。哎呦，怎么样？你是马上要把这直播关掉了是吗？哎，我们要对了，我真的还要录，就是录一个刚刚清新他的要求就是录一个晚安嘛。哎，你刚刚本人有唱过你自己的这首歌了吗？我唱过了，唱过一次了。没听到不算，没听到不算吧？你不会想再听一次吧？虽然已经听很多次了，但是还是想再听一次啊。可以可以可以，但我现在脑子里都是你唱的。真的假的？不然我就这样子啊，我就边唱我的版本，然后看我记得你那个台词多少，我就唱。哎呦，我就唱多少，可以哦。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听到你唱，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后面有些人后面加入没听到，我想说那在结尾之前把这个再让大家都哎感觉好像今天都有享受到这样。好的 ，OK， 来。这首歌属于你，与你相遇是我们的幸运。你我哎，我要记你的歌词，我忘记我的歌词了啦。没事，你用你自己爽就好，你爽就好，你不用记我的。我的真的太高级了，我这也太 international， 啥也不 international。啊，来啊！这首歌属于你，与你相遇的所有幸运，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对你，我愿意傻得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是留给你。从今天起我们都是当红炸子鸡。哎呀，从今天起听到没有各位朋友们。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
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是我的幸运。Yes, man. Yes.、欸、我真的觉得这个版本蛮好的，害我一直想要唱、這個、吗？我可以发原档给你啊，你可以直接跟 Vicky 姐说，你那个单曲想直接改词。你是很狠，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好的，感是哦，那你终于可以让你肚子、你的胃休息了。哎，我跟你讲，你都等是真的刚。因为你如果没有跟我说什么什么神秘嘉宾这个那个的，我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紧张。然后直播也让聊天那么长时间，但就是一讲这种 title 你知道吗？一有身份，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哪，哇！你都准备了这么周全的上来，怎么可能不是神秘嘉宾呢？我的天哪！就而且我准备这个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哎，我不知道，我下次你知道你知道这个词跟这个曲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抓的吗？自从你。没有，八点开播的时候，我边听你在直播边写边打，然后边哼这样。你不会是想要借着这个让我说你真的是很天才吧？没有，就是本来就是天才。这个我能够明白，这个我能够明白。对，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的。OK 啊，感谢你。怎么，你想再听一次吗？好，再来一次啊。可是我希望你这，我希望你这次听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词记下来，好不好？下次见面你可能再来我家帮我拍一些商品或者什么工作的东西的时候，希望你可以背出来 ，OK 吗？OK OK 吗？没问题。OK，It's my turn 。大家记得帮我把这段录下来啊。哎，我可以升 key 吗？你有夹吗？我夹在第二格。你夹在这里啊？我夹在第二。这里。对对对低调是不是 ？OK， 我等一下我调，我拿我的夹子。等我一下，你先跟大家聊个天。等我一下，我夹一下，升个 key。好的，那我先，那清新，我先来录刚刚的那个好吗？晚安的那个。那我先前面讲你的名字，然后大家可以把清新的名字拿掉。我想看怎么说。OK， 清新，现在已经很晚了，今天不要再熬夜好吗？赶快去睡觉，早睡早起，明天才有好精神。晚安。啊，这个实在是太害羞了。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台北涂善存来了。你知道我在，这是一个梗吗？例如什么台北李荣浩啊，什么台北陈奕迅哦，现在是台北涂善存，你知道吗？你居然有一天会这样讲，我觉得我自己开，我觉得很欣慰。你帮我听听看这调对不对？对，对吧 ？OK， 来喽。涂山村，我不戴耳机听一下。涂山村，恭喜你出单曲。OK， 找到了，找到了，没错。来一个深情版的，你有一个告白版跟一个深情版嘛？那我这个就深情版，好不好？来，深情版是不苟言笑的，不苟言笑。哇，又给自己这么压力，开始对。涂山村，恭喜你出单曲，与你相遇就是种幸运。我们一起聊天打屁，在日常生活里很开心，可以当你的神秘嘉宾。前面第一段是即兴，现在才要切入主题。希望我们撑过疫情，工作都多到不行，
以后变成亚洲当红炸子鸡。你有着山村的侧脸，而我是红轩的帅脸。每天照镜子，每天睡醒照镜子，把自己摔喷三遍。抱歉在你直播间怎么的不要脸，回到终点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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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着三寸的侧脸，而我是同学的帅脸。每天睡醒照镜子，把自己摔喷三遍。抱歉在你直播间怎么样的不要脸，回到终点恭喜你我的兄弟。最后一句有没有发现、yes.有没有发现我改了最后一句？我看到，我听到了，我听出来了。我准备了三个版本啊，兄弟。你要准备 OK 啊，很开心今天加入你的直播，发现你的那个粉丝朋友都把你的那个歌都练得很厉害。然后我知道你很多时候不敢呼吁自己的事情，但我可以帮大家，帮你呼吁大家，是善存。疫情后有一些作品准备要开始动工了，那他可能会用一些很新的身份跟大家再重新认识一遍。但我也是哦，我也有几个作品在聊了。哎，大家不要忘记，我还是个演员，虽然说作品不多，但是我不是一个直播主，好吗？毕竟你疫情期间，你把这个能力锻炼得非常好。没有，我只是。把我自己搬到这个平台啊，就是你，我们日常就是这样啊。是啊，是，对啊，那很真的很恭喜你啊！就第一句就是涂善存恭喜你出单曲，就是其实要发音乐很容易，但是要耳熟能详就很难。那么多人喜欢你的音乐，然后也有不错的点阅率，然后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件事情用音乐去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很屌，就是。不是很多很绚丽的一些炫技的技巧或什么，就其实你就是很单纯的在用你的方式传达一些你想传达的东西给到这些粉丝朋友，我觉得很赞。谢了 ，My man，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大家记得也要对洪轩，他之后会陆续有作品，然后在大陆的粉丝朋友可以回去看他在大陆的作品呢。OK， salute。Salute， 最后结束就Salute了。OK， 大家晚安啦，晚安，拜拜，拜拜。哎，还有，哎，我有发我跳舞影片，大家可以去看哦。大家记得去他的 IG， 还有看他的跳舞影片，好，帮他按个赞。Yeah， 第二篇贴文，帅喷众生，呼，啪啪，呼，这样很，哇，拍手，太激动。太激动了，抱歉了。OK， 大家晚安啦，拜、okay, 晚安，拜拜。今天谢谢大家，就是刚刚参与这首歌属于你唱播的伙伴们，就是大家都唱得很好，没有想到很多人都是把这个旋律记得这么熟，然后还练了，甚至还有前奏，然后还能弹唱。那很多人可能没有拉到，很抱歉，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就是做五组。那希望之后会有机会能够再听到你们唱，谢谢大家今天的加入。然后刚刚记得上来有参加直播的朋友们，要记得私讯 Vicky 姐好吗？你要把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的收件地址传给 Vicky 姐，然后我疫情过后，我再会把这些东西拿给 Vicky 姐 ，Vicky 姐会把它分寄给大家。今天谢谢大家，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哇哦，太多！腹肌，你说师傅的腹肌吗？我可能就是等等结束的时候，我再传讯息给大家，看他准备好了没有。
哦，对了，但我有看到有些人问，就是这首歌属于你的吉他的指法是有问题吗？如果有的话，可以传上来。小吉他教学，大家那个吉他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红炫一样，有点看不太懂吗？除了前那个吉他谱，就是前奏之后，前奏 G 完之后是从 C 开始 ，C 就是这样来 ，C 完，然后下一个是 A minor。F G， 其实大家的指弹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就是其实只要和弦是一样的，听起来就会很好听。好的，那。好的，我看到大家说下次我自己选。我下次直播的话，我就会自己挑人，因为我今天因为我找我的好朋友们跟我一起嘛，我就想说让大家有一起参与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被选到的几率是一样的呀。那我们下次见，大家晚安，拜拜，拜拜。